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点焦点短打，我系咧讲人港地嘅执行总编辑许少基，咁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跟进英国嘅情况，咁一如所料啦，喺英国政坛被戏称为人肉手榴弹嘅外相卓维斯呢，喺香港时间寻晚系胜出咗英国执政保守党嘅党魁选举。 咁卓惠斯稍后获得英女王正式任命之后就会正式成为英国历嚟第三名嘅女首相。前日同大家讲过，卓维斯上任之后，随即就要处理上任首相约翰逊遗下嘅大堆烫手散户英国传媒报道，卓维斯将会喺呢个上任一百天施政方针之中公布一系列嘅惠民政策，咁包括系冻结普通家庭嘅能源收费，预计系涉及一千亿嘅英镑。 同時亦都可能減税啦，並且係設法舒緩國民保健處嘅壓力。咁動用過千億英磅去舒緩普通家庭嘅能源費用。咁老實講，我哋咧係絕對唔可以話咧呢個施政方針有啲乜嘢唔妥㗎。咁但係方向雖然係正確，咁但係英國家庭到底幾時先至可以唔使挨貴電呢？嗱，報道係指出。 卓維斯降低英國國民能源費用嘅方法之一係提出大規模擴建北海天然氣開採設施，咁將收益咧去支付凍結能源收費方案嘅開支，同時亦都會容許企業喺境內開採頁岩氣，咪直以啲輔助能源嘅企業。不過有分析就指出啦，卓維斯嘅方案遠水未必可以救到近火，英國人有可能要挨貴電至少多兩年噶。 咁相比能源費用咧，舒緩英國國民保健署壓力嘅方案，其實同樣係非常之緊急噶。咁早前就有報道指出，目前英國國民保健服務 NHS 大概係有十萬個嘅空缺，啊包括咧係四千二百個全科醫生，另外有大約六百七十萬人喺度等待緊非急診醫院治療，呢個係該服務七十四年歷史以來嘅最高。 而除咗全科醫生之外，牙醫人數咧亦都從二零二零年底嘅超過二點三七萬，咁跌到咧今年一月底嘅時候，大概二點一五萬人數係正處於十年以來嘅低位。咁按每個牙醫都擁有大概二千個患者去計算咧，目前大約係有四百萬人或者係難以獲得 NHS 嘅牙科服務。卓惠斯會點樣解決上述問題呢？喺英國已經債台高築。 公共債務餘額已經超過 GDP，債務數額超過二萬億英镑嘅情況之下，要解決呢啲純民生嘅問題，明顯係難若登天。英國舉步維艱，人民生活困苦，但只要整個國家上下同心，大家一齊努力拼發展、拼經濟，以英國嘅底子，亦未必揾唔到出路。但係事與願違啊！英國上下不單止未能同心，而且歧視仲非常之嚴重添。 嗱，英國工會聯盟近期展開咗嘅調查就發現啦，咁啊過去五年以嚟咧，超過四分之一嘅少數族裔喺工作中係曾經遭遇過種族主義嘅玩笑35。三十五 percent 嘅少數族裔員工表示，呢個導致佢哋咧喺工作中嘅自信心係下降8。八 percent 嘅受害者係因為種族歧視而離職，總數係超過十二萬人。一個充滿歧視國家要做到上下同心，固然就唔可能噶啦。 更麻煩嘅係，卓惠斯本身係靠反華上位嘅政客。泰晤士報早前就披露咗，卓惠斯承諾就任首相之後咧，將會重新審視舊年官方發布嘅國防安全及外交政策綜合評估報告。咁佢會將中國由系統性競爭對手提升去到迫切威脅嘅級別。咁即係咧，同俄羅斯係相約嘅。當一個國家嘅政客甚至係政府首腦帶頭反華。 該國國民喺潛移默化之下，唔多唔少都會受到影響。咁如今卓维斯當選首相之後，明顯係會繼續大打反華牌。咁有理由就相信啦，作為英國少數族裔嘅華人呢，未來喺唔同嘅生活層面都會面對越嚟越嚴重嘅歧視。國內歧視問題嚴重，英國要改善經濟同埋民生，先問談何容易呢？再者，若然卓维斯真係將中國列為迫切威脅， 咁就意味住咧，英國要同中國喺經濟上面脱歐。問題係中國而家咧係英國第三大嘅貿易伙伴。咁今日英國已經接近囊空如洗啦。卓惠斯嘅取态到底係負責任嘅決定，定係純粹為咗所謂強硬派嘅選票而置國民嘅福祉於不顧呢？近日曾經受到英國殖民統治嘅孟加拉，佢哋嘅總理哈西娜被問到點樣去平衡同中國同埋印度嘅關係。 哈西娜就表明啦，兩國间嘅關係咧，應該係為本國公民帶嚟福祉，而孟加拉嘅首要任務係發展，需要咧以合適嘅方式同所有嘅國家開展合作。哈西娜強調，孟加拉咧更加需要咧關注本國民眾，包括點樣令到國民咧過上更好嘅生活，同埋點樣改善國民嘅生活狀況等等。將英國同埋孟加拉比較，表面上睇落唔太合適。

冇啦，今集時間嚟到呢度，卓維斯未來嘅首相路係咪能夠成功解決約翰信留下嘅難摊子呢？咪啊，歡迎留言同我哋討論一下。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啊！逢星期一到晚上六點同大家焦點短打，我哋聽晚見，拜拜。